护士准备，七步洗手法洗手。着装规范，用物准备。环境准备，自我介绍，评估患者，操作前查对，讲解操作目的、过程、配合方法，协助患者去舒适体位。手卫生，检查患者鼻腔，注意遮挡眼部。使用湿棉签清洁双侧鼻腔。清洁氧气源接头。检查用物质量及有效期。将灭菌注射用水倒至湿化瓶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为宜。安装湿化杆和湿化瓶。流量表接在氧气源接头，检查是否漏气。操作中查对。连接氧气管，准确调节氧流量，以流量表浮球上沿为准，水平观测。将氧气鼻塞放入冷开水中，检查氧气溢出情况。将氧气鼻塞置入患者鼻腔内，固定于双耳旁，调整松紧度。健康教育，观察吸氧效果。手卫生，操作后查对，执行签名。整理用物，床单元。手卫生。遵医嘱停止吸氧。讲解操作目的、过程、配合方法。核对患者身份和医嘱。取下氧气鼻塞，再关闭流量表开关。取下氧气管，放入医疗废物桶。取下吸氧装置，分离湿化瓶和流量表。操作后查对，协助患者取舒适体位。健康教育，手卫生。